你就可以买这个吧，然后洗上去嘛，然后再卖，再卖，再买，反正最后你都会干这件事吧。所以这个英雄，只要你即便第二回合拿到猫，都可以这样做。你还真行啊！再洗上去。然后不要这个。大明星，我就这样反复一直刷来刷去，我就在换这只猫，再拿这只猫，就无限猫猫猫，猫咪就一直呵呵呵，兔兔来猫不要，兔兔来猫就抱歉。这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肯定会全力出击。拿三四吧。猫两回合后可以再合一次，你们觉得要合再合一遍吗？等等身心再合一遍，把金猫弄卖掉，然后等等猫去换牌。嗯？欸，他怎么在抢我兔子？你是干什么东西？我劝你把兔子交出来哦，戴瑞。我劝你把兔子交出来哦。这边还是这个换牌嘛，反正永远都是这个换牌。然后换的换到这个，那我们这边就是身心卖一个买一个，我们可以卖这一只，也可以卖这一只，应该是卖这一只吧，因为猫不需要体质。然后拿这个，然后下一回合一样的操作，下一回合一样再换这只猫，换这只猫，然后。等等可能就得要卖三四跟三三了吧，不然没位置。身心卖两只，直接拿五税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我采纳这个意见，好不好？不错。这把没有要玩兔子啊，其实这边来兔子。哦，这边的话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因为这边基本上。卡德加要拿吗？猫不需要那么多只吗？一只就可以够我洗到天荒地老了。我像应该先合的吼，这样大明星才可以留住。没关系啦，同需无限做，无限鬼操。天知道。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？有没有秀卡卡都同预备？准备一下氧气罐好了。对面怎么长得有点像我啊？不想看了，我们直接切换。我们下一回合再弄吧，因为直接身心只能碰一次。如果你直接升星的话，能碰一次；我玩一回合升星，可以弄两次。他可能会让局势整个。这边我看一眼有没有吗？可以碰一张六，两张六。你的表现相当。然后等等再来，这样我就有五星科技了。先拿打架的啦，你不觉得有可能会输吗？我拿这个打架比较容易赢。哇塞，怎么还打输了？还需要不需要卡特加那个人用？白狼好像有点送不掉，我还是得拿蛇。因为白狼同意送不掉，在没有嘲讽的情况下，送不掉的概率实在太高了。
刚刚定是打出了一个废团才输的，再呼吸一把。我的怪平均都比他大很多。这我还不够大吗？可以的啦，没剧毒，通通随便打。嗯？哎哎哎哎哎，不是吧？这我还不够大吗？他有剧毒，我好像不能随便打。他有剧毒，可以啦，怕什么怕？怕什么怕？嗯，现在需要男爵啦，所以我应该是刷就好了。现在是缺鸟，缺男爵，然后我是不是得要嘲讽一只白狼啊？因为一只白狼可以死嘛，反正我不需要两只嘛，我只需要一只，要不然它基本上是会互相卡位的，一只送不掉啦，有一只会送不掉，非常容易。可以洗鸟鸟的大小，然后对吼，我都忘记这个操作了。为什么不嘲讽猫啊？因为猫对面只要摆第一只毒，啪一下就毒掉了。那我猫就死了一个超大的猫，我感觉好亏哦。所以我比较喜欢嘲讽白狼，反正白狼不需要两只嘛，除非你合金。合金的话就不能架，但是我这一把合金的手段只有鸟鸟三合一白狼，我不认为这么容易。但是如果能合金，我还是会合，好不好？我还是合，还是冲一波。男爵，那这边可以考虑用换的吗？换到男爵也麻烦呢、欸。换到男爵，熊妈就要卖掉，也可以啦。啊，没这么运气。你们会想升星吗？升星你白狼要合金，可是我现在又不好合金。那不如是鸟三合一吧，可以偷刚刚那个人欸，我突然间想到了，他好像有鸟。我见识过真正的忠言之客。这边就把熊妈卖掉吧，出男爵。我还是选战力吧，要不然输掉不是很尴尬。不贪不贪，输掉很尴尬。大哎，真是！哇，很大哎、欸！哇塞，那么大一个，摸摸拳没打死他，我就去跳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事情没这么严重啊！什么鬼啊？还打不死他，从椅子跳下来，现在就鸟合金吧。男爵也核心，给我合一个金金啊，合不出来。这家是鱼人欸，我好像挂了。他没剧毒我就赢了，那他有剧毒我就输了。嗯，他没有灰是不是？那我就站这里，大胆站位。哎、欸。他有灰啊我是不是中计了？聊天室，我是不是中计了？不要这样子啊，不要这样子啊，我还是赢的啊，凭实力。不要吓人，不要吓人。
不要乱讲话嘛！你还真行、啊，真的是防一下防一下，你们真的是调皮调皮。比大小金色的鸟，金色的男爵结束。假设不能合金，我居居金鸟，金男爵，金鸟，金男爵。哦、小黄来了，他、啊、没钱了，破产了啊！怎么我刷到死都没有东西？好难受啊！他一定超级强，什么都有。金鸟，哇塞，金鸟！难道人跟人之间的差距就那么大吗？他还有蛇、蜘蛛，你还给他扩散？哎、欸，我赢得了哎、欸！我的天，哎、欸！我只要先手就能赢哎、欸，所以只要继续打先手，我可以慢慢的磨死他。我只要一直打先手，他三合一我是不是没了？我也要三合一啊！凭什么我就合不了？凭什么？我也要，我的和三合一来了！呜呼！你可以卖三个神经啊！我是想说，有可能白狼三合一，然后再碰一只白狼。我的想法是这样子，这样小黄就可以出，就白狼小黄。我的想法是这样子，不可能有金色狂风吧？打正面啊，不要畏畏缩缩。我先杀你一只鸟，吃鸡。现在就担心打头伤害不够高，摸摸拳。我现在只担心摸摸拳的问题，其他我不担心。我会是摸摸拳吗？我会是吗？我不是，我很痛，玩得不错。我大大猫，卡卡洛桶猫，nice， 比你大，外挂被抓。哇塞，以毒攻毒，我没有师傅啊。我毒还没死还行，说不定还能顶一顶。我毒还在啊，就靠那个毒打他的师傅了，没人可以打师傅了。师傅服毒，师傅，师傅，做事了，师傅，别打我，别打我那个，打他鱼啊！蜘蛛不能死啊，蜘蛛不能被毒到啊！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你怎么被毒到了，笨蛋？啊！太离谱了吧！冠军从中，他把我蜘蛛打掉，我没了。